想免费试玩日本黑色沙漠，有四大步骤：一、下载免费 VPN 并安装运行它；二、在官网注册账号；三、通过文字验证并下载游戏；四、开始免费试玩。本教学使用昏倒期作业系统。步骤一：下载免费 VPN， 网址会在影片说明栏或相关文章里备注。另外，看了就懂的东西应该不用 Google 姐姐说明，配音很累的。下载完之后解压缩并且安装它。警告：使用软体一定有风险，电脑里有前女友亲密照或什么见不得人东西的，请勿安装。装好之后点这个东东展开目录，随便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日本 IP 使用。变成日本人 IP 后进入游戏官网注册账号，我很懒惰，所以直接用 Google 账号注册。完成账号注册后，还有一个讨厌的50音文字验证，请打开日本维基查50音字符拷贝上去。完成验证后点击启动游戏，在下载页面选择第一个下载启动器。下载完成后运行启动器，它会问你游戏要安装在哪里，找一个地方让它装或使用预设目录就可以。重点是安装路径上绝对不可以有中文。
启动器弄好后，回到官网首页重新启动游戏。这时就会开始下载，大约40G 容量，我下载了20小时。用启动器下载的时候可以把 VPN 关掉，不然你可能下载一辈子都载不完。关掉后会自动用自家的网路继续下载，不会再挡你 IP。下载完成后，先把 VPN 打开，然后登入官网启动游戏。以上由 Google 姐姐配音，后面请随便看。繁体中文化教程有空再弄。PS， 到日本试玩请一定要注意礼貌或保持低调，谢谢。Thank you.